长城报告，飞船进入前向19米保持点。12号报告，图标显示北京进入全国点完毕。对，神舟12号报告。长城报告，飞船转飞后靠。北京明白，最后的一个接近点。各号注意，飞船转最后靠拢。长城报告，帆板停控正常。帆板停控正常。长城报告，平移靠拢状态正常。平移靠拢状态正常。可以看看这个最后靠拢是非常非常稳。两米，李海生有担任讲座。好，这循环结束。长城报告，对接机构捕获。神舟12号报告，图标显示对接环捕获完毕。